先生的大事。 Then you can see.
现在做直播也是算，因为最近呢，This family, is it don't have the number of other than 3A, but this one maybe you just get pick or like reference first though. If really interested, then if any units release, okay. Yeah, I speak with my wife and Amanda.
小 VIP 屋啊，来 VIP 客户可以坐这休息一下，特别长。我们在这儿坐一下。好好好，坐一下，在这里喝茶就行了。啊，喝杯茶。是来北威的几个是私人看看你要想喝点什么。喝些什么茶？绿茶可以吗？用我那个绿茶。这个东西Hello， 大家好。OK，so 依家又到三点啦。So 就嚟到我哋揾老睇老揾 CK，C OK 嘅环节。OK，so 今日咧，我就会介绍我一位同事咧，系叫 Elvis Craig 嘅。咁佢会帮大家分享啊，关于 MM2Hash 嘅一个比较细节嘅一啲问题啦。大家想问啲咩问题？依家其实就可以喺我哋 comment 嗰度咧留低你哋嘅嗰啲问题啦。So Elvis 阵间会一解答你哋。啲疑問啦 ，OK，so 同樣咧，我哋今日咧都會講到比較 detail on 關於馬來西亞，如果買一個 property 嘅話咧，需要嘅呢個買屋嘅成本係有乜嘢 ？OK 啊 ，so 依家我就交翻支麥俾 Alice，right？Hello Alice，Hello 你好，係，係。咁咧，今日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解有關馬來西亞第二家園。咁各位朋友有冇聽過馬來西亞第二家園咧？咁馬來西亞第二家園咧係一個移居嘅計劃。咁咧移居嘅計劃咧，馬來西亞呢個申請咧係馬來西亞政府咧由1990年開始 start 一個 program 係歡迎。即係外籍人士嚟到馬來西亞居住，咁馬來西亞居住咧需要申請有乜嘢條件呢？咁、那個條件好簡單嘅啫，咁如我哋嘅呢個步驟咧就分為兩個年齡層，咁我哋可以睇下先。咁兩個年齡層咧係啦，咁就有一個咧係50歲以上同埋50歲以下。咁我哋咧嗱，如果係馬來西亞申請第二家園嘅話咧，50歲以下嘅。即係申請人咧，咁每個月薪嗰、那個salary 證明咧，只需要等值於馬幣10,000蚊，咁亦即係20,000蚊港幣或以上嘅收入，係啦。跟住咧，下一個申請嘅條件咧，就係、是、必須要證明有資產500,000馬幣嘅流動資產啦。咁即係你嘅銀行嗰度咧係有100,000嘅存款，咁亦都需要一個冇犯罪記錄。咁咧，
各位即係喺香港嘅朋友呢，咁就可以去呢個灣仔警署呢度申請一個良民證，咁即係以證明你係一個良民啦，咁就攞到呢、這個MM2H 啦，得到馬來西亞嘅政府嘅認可啦。咁我哋再睇啦，如果申請批准咗之後呢，咁申請人必須要到馬來西亞係做一個存款，咁呢個存款呢係一個 MM2H 第二家園嘅儲備金，咁呢個儲備金呢係需要存入一個300,000馬幣，亦即係600,000等值於差唔多係600,000港幣嘅一個存款喺馬來西亞嘅當地銀行。咁呢個存款呢係一直存喺馬來西亞10年，咁如果譬如話啲朋友啦，第8年，哦，可能我住喺馬來西亞8年啦，咁8年之後我想翻香港，咁點算好呢？咁呢個存款咧，300,000馬幣咧，係可以連本帶利攞翻香港嘅，咁所以呢個申請咧係零風險噶。咁嗱，呢個存款咧，300,000馬幣，請問可唔可以攞翻出嚟咧？嗱，個答案係咁嘅，如果香港嘅朋友即係存款一個300,000馬幣喺馬來西亞，咁咧1年之後，咁可以申請攞翻150,000馬幣出嚟，即係攞翻一半嘅錢。咁、那個條件係乜嘢咧？嗱，咁就有4個呢個條件之下可以攞翻個錢出嚟。第一咧就係、是、有買屋，咁咧只需要出示呢個 S&P， 咁就可以同即係銀行嗰度出示啦，咁就攞翻嗰個一半嘅錢出嚟啦。咁如果有醫療嘅用途，教育用途，即係譬如話啲小朋友嚟馬來西亞翻學，又去到呢個國際學校，咁就可以申請攞翻一半。咁最後一個咧可以申請嘅條件咧就係、是、呢、這個買車，即係我重複多一次啦，買屋、買車、教育同埋醫療呢4個條件之下咧係可以攞翻150,000馬幣嘅。嗱，頭先我哋講嘅係呢個50歲以下嘅朋友，咁如果五十歲以上嘅申請朋友咧係咁嘅，咁每個月嘅嗰個工資證明咧 salary 咧，咁需要證明係有超過20,000港幣或以上嘅。咁其他嘅咧，如果想申請嘅話，50歲以上嘅 saving， 咁就必須要有港幣70,000或以上。係儲即係個儲蓄係喺自己嘅銀行，咁而呢個儲蓄咧係唔包括股票、債券，係啦，即係一啲可變性嘅呢啲資產嘅，咁必須要係一個固定嘅 saving 嘅資金嘅資產係喺自己嘅銀行嘅。咁批准咗之後咧，咁申請人係必須要到馬來西亞嘅銀行咧，同樣地係開翻一個銀行户口 for 呢個 MM2H 嘅儲備金，咁就存入一個150,000馬幣，差唔多就係三十萬港幣嘅一個存款啦。咁咧，存款咧係可以收取呢個銀行嘅利息嘅。咁馬來西亞利息係高過香港嘅噃。嗱，香港嘅利息咧，平時咧即係即係我係問香港嘅朋友咧，咁佢哋都同我講係大概係定期嘅話係1厘至2厘左右啦。咁馬來西亞嘅定期嘅利息係高嘅喎，馬來西亞定期咧係3.6至4厘嘅。咁最新嘅咧匯豐咧係俾到4厘嘅呢個定期利息嘅。咁所以咧嚟馬來西亞開户口咧，亦都係一個你可以享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利息嘅優惠啦。咁咧這個存款咧存入一個150,000馬幣之後咧，同樣過咗1年之後，申請人可以申請提取50,000馬幣嘅呢個存款出嚟嘅。嗱，咁使用呢個50,000嘅存款咧，同樣地必須要符合4個條件，咁就係咧，如果有賣樓 S&P 係啦，出示嗰個 S&P， 跟住教育嘅用途、買車同埋呢個醫療，亦都可以申請攞翻呢個50,000出嚟嘅。咁所需要嘅呢、這個條件咧，嗱，如果係要申請 MM2H 第二家園嘅話咧，咁嗱，申請人係需要俾啲乜嘢資料咧？申請人係需要俾呢、這個護照啦，護照必須要有2年嘅有效期。咁接落嚟咧，就係、是、要申請良民證，然之後 employment letter 工作證明，然之後最新3個月嘅工資單。然之後呢、这個bank statement 咧，亦都需要俾最新嘅 latest 嘅3個月。咁嗱，然之後存款證明咧就視乎呢個年齡啦。存款證明如果係50歲或以下嘅朋友咧，咁港幣嘅存款咧就必須要有100,000嘅港幣。
咁如果係50歲或以上咧，咁就個存款證明咧就必須要有達到呢一個70萬港幣嘅一個存款證明啦。咁接落嚟咧就係有個人嘅簡歷，咁個人嘅簡歷咧就係比較簡單啲，即係寫一封信咧簡單啲，同馬來西亞政府講，即係你點解要申請呢個 MM2H 啊？係啦，咁接落嚟咧就係個人嘅照片啦，即係個人嘅人頭相啦，然之後申請信嘅原因。系啦，申請原因信，然之後接落嚟咧，系啦，如果有配偶嘅話咧，配偶就必須要出示呢、這個結婚證明嘅影印本，然之後小朋友嘅話咧，就必須要出證明又出示呢個出世紙啦。咁個人嘅照片亦都係需要嘅喎，係啦。咁申請成功咗之後咧，咁我哋 agency 咧就會 follow 接落嚟嘅呢個status， 咁就會 update 同埋安排咧，即係申請人過嚟馬來西亞咧做呢個身體檢查嘅。係身體檢查同埋開呢個銀行户口嘅，咁亦都係到時咧係攞住個 passport 過嚟，咁申請成功咗之後咧，個 passport 咧就會有一個簽證頁，咁個簽證頁咧係貼住一個10年嘅一個 MM2H 第二家園嘅 approval， 咁咧到時咧申請成功咗之後咧，過嚟馬來西亞咧就非常之方便，咁就唔需要排呢個外國人嘅通道啦，咁就淨係咧直接就同馬來西亞人一樣，就好似你嘅第二個家啦，咁你就可以自由出入。咁而家咧睇完呢、這個MM2H， 如果各位朋友咧有任何疑問咧，可以喺我哋嘅 comment 嗰度咧就即係提問啦。咁我哋亦都有專人咧會為你一一解答嘅。咁而家我哋嚟睇下呢、這個call residence， 咁我哋就交翻俾我哋嘅專人同你介紹。係 Miss Jun， 係嚟 Miss Jun 係會同大家講解有呢、這個call residence。嚟而家我哋交翻個麥俾 Miss Jun 先。Hello， 大家好。OK， 所、so, 以其实咧，我哋寻日都有讲到关于call resident TRS 嘅一啲信息啦。但系可能咧就系寻日嘅 mic 咧就听到冇咩咁清楚，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我哋嘅助手咧就帮我哋买咗一个 mic， 所以我相信依家就冇听清楚个呢个问题啦。所以我哋依家咧 OK 就帮大家解释下啦。OK， 关于喺呢一个成个core residence 佢嘅呢个 location 嘅话咧，大家可以好清楚咁样睇到啦。OK， 所以佢嘅位置咧就系喺呢一个位置嘅。所以今日我哋依家嘅 current 嘅 location 咧就系喺呢一个位置。OK， 所以佢系就系喺成个我哋成日听人哋讲咧，马来西亚黄金金三角啊，黄金金三角嘅位置，其实喺边度咧？就系喺呢个 Twin Tower、TRX 同埋呢个 Pavilion 嘅。OK， 所以咁样佢系一个黄金圈啦。所以依家 exiting 咧，其实如果我哋 from Petronas Twin Tower 行过嚟 Pavilion 嘅话咧，大概系10分钟左右啦。OK， 十分钟系佢要系有一个 walking 嘅呢个 bridge 嘅。OK， 一个 walkway。所以同埋呢个 TRS， 如果你行过去 Pavilion 嘅话咧，依家 current 咧，我哋政府咧就系 within 明年前咧就会有一个呢、这个人行道啦。OK， 都系 cover 嘅一个 walkway。所以打个比喻，如果今日我哋喺打个比喻啦，如果喺香港嘅话咧，我哋香港我哋要去呢、这、一个嚟到呢个 TRX 嘅话咧，系我哋搭机到咗吉隆坡机场之后 ，OK， 所以到咗吉隆坡机场之后咧，我哋就会去到呢、这、一个喺机场你去二楼 ，OK， 喺二楼，所以咧。你就可以嚟到呢個 KL Central，OK，、okay? 類似香港站 ，OK。所以嚟到呢個 KL Central 之後咧，你就會有大概5個站啦，5個 station。但5個 station 咧就可以直途到呢個 TRX MRT Line 1 o、okay? k 就係到呢個位置啦。OK， 所以我哋係 for 呢個 project 咧，成個 project 咧佢總共咧係有2個MRT 嘅，就係喺香港嘅話係叫 MTR 啦，我哋係叫。呢、这個地鐵站，所、so, 以 MRT Line 1同埋 Line 2 o、okay? k 所以兩個 station 咧，佢係 cover 成個吉隆坡80個 station， OK， 所、so, 以單其實佢嘅地基咧，政府已經係用咗3年嘅時間，就係、是、打造下低，同埋咧有4層樓一個我哋講 underground，OK 嘅一個我哋講 basement 啦 ，OK，basement 我哋講 excavation 啊 ，OK， 成個 construction work 其實最take 最長嘅時間。OK， 都系喺呢个 basement。That's why 其实用咗3年。喺旧年大概2018年开始，其实好多人已经系咨询紧我哋，几时 launch 啊 residential？ 因为大家都知道 for 呢个 project 咧，佢成块地咧总共系70 acres， 70英亩嘅，所以讲总共咧佢系有50%
是 office tower， OK， 同埋 10% 就是一成呢就是我哋嘅写字楼， OK， sorry， 一成呢就是酒店同埋一成嘅shopping mall， 三成是呢一个residential， OK， 所以好多人呢就其实已经系等緊呢个 project 好耐咗啦，所以你可以睇到呢 for 依家 at sitting 呢呢、这、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嘅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咁啊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嘅话咧 ，OK，Janice， 你可以照一下呢一个成个 concept。OK， 你可以睇到 ，OK， 我哋成个呢、这个 IFC 咧，其实你会睇到咧，佢上面咧佢会变颜色嘅、哦。佢变颜色咧，你可以睇到佢其实咧就系、是、代表我哋马来西亚嘅纸钞。所、so, 以你可以睇到啦，如果系嗰个青色就系代表系五蚊啦。马币啦 ，OK， 所、so, 以蓝色话咧就系一蚊 ，OK， 紫色呢个咧就系我哋马币嘅100蚊，所以佢喺呢一个位置 ，OK， 佢大概系有五层楼高嘅，所以呢个好似一个 crown 咁样，远远地你可以睇到成个呢、这个 TRX 喺夜晚都好靓嘅 ，OK， 所、so, 以每三秒钟呢一个顶咧，其实佢就会变一次嘅颜色噶啦 ，OK， 所以依家可以睇到啦，佢变到黄色咗啦 ，OK， 所以依家 exciting 嘅话咧，就系呢一个我哋讲potential 保城 ，OK， 保城系已经系 complete 咗，依家差唔多有两千几个人喺呢度上班嘅 ，OK， 同埋咧Affin Bank HSBC 系呢一个位置，所以汇丰嘅总部 ，OK， 马来西亚总部同埋呢个 Affin Bank 咧，佢会都系今年未好嘅。OK， 今年尾好咗咧，就会入住呢、这个TRX 嘅 development 啦。OK， 同埋咧，我好中意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喺吉隆坡啦，吉隆坡系一个好有活力。我好多客仔咧，佢哋之前成日讲，已经系成20年啦、10年啦，冇嚟过马来西亚。OK， 系好多年前先嚟到，佢觉得以前嘅马来西亚好似好多排屋咁样嘅。OK， 所以咧呢一次嚟，佢哋嚟到咧，觉得成個感覺唔一樣咗咯 ，OK 啊，所以會覺得馬來西亞係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國家 ，OK， 同埋咧最重要嘅問題咧就係、是、語言溝通方面咧係一啲問題都冇嘅，因為喺吉隆坡啦，大多數地嘅人咧都係講廣東話 ，OK， 所以呢個係佢哋覺得，我嚟到吉隆坡好似冇出國嘅感覺 ，OK 啊，所以同埋食嘢方面啦 ，OK， 所以你睇到其實呢一區嘅話咧 ，OK， 成個 TRX，OK， 佢打造我最中意一個concept 咧，就係佢中間呢、这、一個。佢中間呢一個中央公園，佢成個中央公園咧總共係10英亩大嘅，所以呢個圈入邊咧 ，OK 係可以攞嚟做演唱會啦，四人嘅演唱會啊 ，OK 同埋前面咧就係我哋最大嘅呢一個 GSC 嘅 cinema，OK， 所以同埋咧佢呢一個公園嘅下低咧就係、是、會有2.2 million。OK， 差唔多系220万方尺大嘅呢个 shopping mall。OK， so currently 咧就系我哋讲香港嘅呢个上市公司 Dairy Farm 啦，同埋一个系叫西姆嘅一个 supermarket 咧，都系入住呢一个下低嘅商场嘅。OK， so 系我觉得系好方便啦。OK， 第一点咧就系我哋解决咗呢个交通嘅问题。第二点咧就系佢嘅其实你。住喺呢度就係一個 lifestyle，OK，、okay? 佢係一個 green building index 攞到 gold rating 嘅 ，OK， 意思嚟講咧，今日咧佢係用咗呢一個法國公司係叫 Violi 呢個 company 咧就係、是、去 filter 佢嘅 water system，OK，、okay? 所以如果你今日住喺呢一度嘅話咧，基本上咧你一入到屋，你打開呢個 water tap 水龍頭咧，其實你嗰個水咧係可以直接飲嘅 ，OK， 所以呢一個我覺得都係好吸引啦，同埋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咧，可以喺呢一個 park。嗰度啦，踩下單車啊，走下步啊，咁樣嘅。Morning， 你起身咗之後咧，你可以嚟呢度有好多嘅呢一個嚟activity 啦。OK， 早晨可以跑下步啊。OK， 先去做工嘅。OK， so 你可以睇到我哋呢個 core resident 嘅位置咧，就係、是、正正喺呢一個 TRS 嘅前面嘅。OK， so core resident 佢總共有三座啦。OK， 下低咧佢有兩層嘅 basement car park， 同埋上面呢度咧就係佢 porting 嘅 car park。所以呢個位置咧。就會有一個我哋講嘅呢個 landscaping 嘅 design 啦，同埋第八樓開始咧，直頭到上面咧就係住宅啦。所以如果中間嘅話係 Tower One，Tower One 最高咧就係50樓嘅，所以 Tower Two 咧就係43L 層嘅 ，OK 最高就差唔多係44層高啦。同埋 Tower Three 就冇賣嘅，所以呢一個咧就係酒店 ，OK。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呢、这個位置啦 ，OK 就係會有一個空中泳池
OK， 喺呢一个位置 ，Core Resident Tower One 都系我哋依家买到最快最多嘅啦。所以你可以睇到呢一个位置咧，就系有两房嘅单位啦，同埋咧我哋睇落呢一个位置就系我有我哋 B 3嘅单位，就系二加一房嘅高二五方尺。呢一度咧系我可以讲系景观。如果系讲你中意想去自住嘅话咧，你可以拣呢一啲单位，因为呢一度嘅单位咧就系望正呢个 Central Park。At the same time， 你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呢一个TRX。Exchange 106嘅 ，OK， 同埋呢个位置咧 ，OK， 就系有三房嘅单位，102方尺嘅，系依家仲有三间嘅单位，如果冇记错嘅话 ，OK， 所以睇到同埋咧，打个比喻，如果想投资就唔系我自己住嘅，想投资一房嘅单位624方尺都唔错，都有两个选择啦。Eden 你系睇呢一个位置，咁呢度嘅话咧，你可以睇到就三号同埋四号嘅单位啦，三号四号单位就系一房 A1 Type A1 嘅。所以呢个位置就系蒙宝城嘅方向 ，OK？ 定系咧 ，Tower One 六号同埋七号嘅位置都系好好多人拣嘅，因为点解咧？呢、这个就系蒙正南 ，OK？ 就系湿嘅 facing。At the same time 咧，你都可以睇到呢度嘅远景啦 ，OK？ 同埋 swimming pool 嘅 ，OK？ 所以咁样嘅话咧，喺呢一个位置咧，价钱咧，因为我哋依家系数批价 ，OK？ 所以数批价咧，一尺嘅尺价差唔多系2000蚊左右啦，马币。所以Phase 2 OK 嘅價錢 estimate 差唔多要去到2300左右㗎啦 ,OK? 所以當然我哋成日講如果係講property development 喺馬來西亞通常呢一個發展商至少去賣咗 70% 先攞返佢嘅呢個 cost, 同埋佢嘅呢個地價 ,labor cost 因為依家 labor cost 都係一直喺度 increase 緊㗎嘛。OK， 所以嘅话咧，变成我哋系11月25号开始开卖嘅，所以依家都卖咗差唔多系四成左右，200几间左右啦。OK， 所以同埋佢嘅 accessibility 啦，你可以睇到全部我哋呢一条路咧就系 Jalan Sultan Ismail。OK， 所有佢嘅道路，佢嘅呢个我哋讲佢嘅 accessibility 咧，应该系讲好多投资专家咧，佢哋系好资深嗰啲投资者咧，佢最注重嘅一个喺invest in property 嘅方面咧，最重要打个比喻，如果今日我哋睇个 commercial building， 佢一个 commercial building 佢成功最重要嘅两点系咩咧？第一咧就系佢嘅 visibility，OK，、okay? 就系佢一定系俾人哋睇到。如果打个比喻，你今日起到一个好靓好靓嘅一个 building， 但系冇人知佢嘅 location 喺边度，其实你变成你会损失咗一个机会，就系人哋揾你去租你间屋啦。OK， 所以 visibility 对一个 commercial building 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同埋第二点咧就系咩咧？就系佢嘅 accessibility， 就系佢嘅日出口。OK， 因为方便度啦系好重要。喺马来西亚好多单行道，因为我哋马来西亚好多咧都系 private land。私人持有嘅嗰啲地啦，所以好多时呢佢嗰啲地你可以睇到，你打个比喻，我今日揸车出嚟，我只可以 turn left， 我唔可以 turn right 㗎所以都系单行道，只可以 turn left 嘅 ,ok? 所以变成呢喺呢个 commercial， 如果系我哋打个例子啦，就系双子塔。双子塔呢之前我哋22年前 ,ok? 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就用咗100亿马币去打造嘅一个 commercial。咁佢好成功嘅一个原因，最大嘅原因呢就系、是、因为佢嘅 accessibility 系非常之好嘅。东南西北佢都系日出自如 ,ok? 所以22年过后呢，我哋号称呢一个 TRX 呢，政府就用咗呢400亿马币去打造呢一个 TRX， 我哋马来西亚嘅金融中心。咁佢都系好注重呢一样嘢呢，就系咩呢？佢嘅 accessibility。所以佢总共 for 呢个 development 呢用咗3.5年嘅时间，就系、是做呢一个 basement 嘅 ，OK， 所以佢总共咧系有7个入口，9个出口 ，OK， 所以你可以睇到佢嘅 accessibility，even 你可以 from 呢个 Jalan Tun Razak 啦，Jalan Barat，OK， 同埋 Jalan Sultan Ismail， 所有嘅呢一个车只可以入呢个 basement， 之后咧先上去佢哋嘅 podium car park 嘅 ，OK， 所以我哋依家可以嚟睇下佢嘅呢一个除咗呢、这个 accessibility 好之外咧，同埋佢嘅 green building。Intex 就是它的绿化建筑 for 这个 project 是很重要的一个卖点之外呢，还有它周边的设施是有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啦。
OK， 可以睇到。OK， 就係佢成個打造 7D Acres 入面咧，佢中間呢度咧就係會有一個十英亩嘅中央公園。OK， 係非常之吸引嘅一個，我覺得係好舒服。佢打造嘅不單止係一個金融中心，同埋一個 lifestyle。OK， 就是属于一个在一个很 busy 的城市里面， at the same time 呢你又想拥有一个很 peace of mind 的一个 living 的 lifestyle 的感觉的。OK， 所以可以看到同埋我们讲在周边的设施是有些什么呢？周边设施的话呢， OK， 大家可以看到啦，刚才我们讲到 OK， 那么它的它已经是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优势啦，就是它是屬於在整個這個黃金區裡面的。 OK， TRX 就在這個位置啦。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在 KRA 就是我們機場這裡直直出來的話，你可以看，你遠遠已經是可以看到你 from 這個 KRA 灣駕車出來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遠遠望到這個 landmark TRX 的。 OK， 所以夜晚的話看到是整個我覺得是很 stunning 的一個 view，好靚，你睇到佢周邊嘅設施係有乜嘢咧？第一，我哋講行路咧，就差唔多係十分鐘可以去到嘅 Pavilion Shopping Mall 嘅。OK， 所以同埋Petronas Twin Tower 都係非常之近啦。所以 in future 我哋都會有一個 walkway。所以同埋呢個區咧，都係我哋講好多嗰啲領事館啦。OK， 所以周邊你可以睇到有 Japan 嘅呢個 Embassy 啊，British High Commission。新加坡的这个 Embassy US 和 China Embassy 都是这个位置啦。OK， 还有这个 Jalan Imbi 呢就很多什么呢，就是 Jalan Alo， 很出名的一个 Jalan Alo， 就是一个我们讲类似祖巴街这样都是在这个位置。OK， 所以晚上想吃东西想吃宵夜啊，我们讲Jalan Alo 很出名的一个烧鸡翼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炭烧蟹啊，都非常之好吃，都是在这个位置的。OK， 所以同埋呢個 KL Tower 咧，佢係 KL Tower 咧，佢就係屬於 Forest Reserve 嘅。OK， 所以 Forest Reserve 嘅一個 area， 所以周邊咧都冇咩地可以開發嘅。OK， 所以喺呢個位置嘅話咧 ，KL Tower 俾我覺得係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嘅。大家如果冇去過嘅話咧，就可以去呢度三樓，佢有一個 Emerald 360，就係旋轉餐廳。去到嗰度佢一個好似我哋講馬來西亞傳統嘅一個美食啦，佢有一個 buffet style， 所以佢旋轉 OK 六點半個 section 咧係最多人去嘅，因為你可以 enjoy 到成個 KL 嘅 day view 同埋 night view 嘅。OK， 所以同埋咧講完呢個位置 ，OK， 我哋就睇下 OK， 同埋呢一個。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view 嘅 facing 呢度，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 Royal Selangor Golf Club。OK， 所以佢係全世界歷史最古嘅一個高爾夫球場啦。所以大概咧就係123面，咁樣佢咧係好大嘅一塊地，就係300英亩大嘅。OK 嘅一個golf club 啦。所以同埋咧佢周邊咧，如果我哋講呢一個 Prince Court 咧，就係其實你行路過嚟 Prince Court 呢個 medical centre 咧 ，Prince Court 咧就係好出名嘅一個我哋講嘅medical centre。好多人咧好中意嚟呢度做呢個 body checkup， 同埋喺馬來西亞其實我哋做個 head to toe 嘅 body checkup 都唔會貴嘅，大概咧就係1800蚊。馬幣你就可以做 head to toe， OK， 同埋照埋 X-ray。當然 CT scan 呢啲咧都係 advised by doctor 嘅，就唔係你喺 body check 嗰陣時咧就需要做一個配套嚟嘅。通常都係 advised by doctor 先會幫你做噶啦。OK， 咁咧佢一開始嗰陣時咧係因為佢係開放俾皇族 only，OK 就係俾 royal only， 所以 that's why 佢每一間房咧都係單人房，同埋佢嗰啲 chef 咧嚟到咧都係屬於就係嗰啲five star hotel 過嚟個 chef 啦。所以你入到嗰個感覺咧，你其實已經係放鬆好多，因為你會覺得嗰個係一個 hospital， 佢其實咧就係一個好似我哋覺得係入到去又有嗰個 coffee bean 啦 ，OK， 做成個感覺唔會俾你覺得好 tense 嘅。出邊睇啦，好多人覺得哇，佢嘅 architecture 嘅個 design 好靚 ，OK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咧，我覺得我哋都係幾有多少嗰啲藝術嘅細胞，所以好多 building 咧，好多人嚟到睇到哇，你啲 building 好靚啊，同埋 maintain 都 maintain 到好靚嘅一個感覺咯。OK， 所以同埋頭先我哋講到啦，我哋去睇下佢周邊有乜嘢啦。OK， 所以咁樣咧喺呢個 TRX， 我哋講 Corison 附近咧，就頭先有講到啦，有個 Pavilion Shopping Mall、IKEA、OK 同埋 Lot Ten。这个Star Hill Gallery 双埃湾这条商场啦 ，OK， 同埋呢个 Lau Yat Plaza， Lau Plaza 咧就系专门卖电子产品嘅
OK， 所以同埋咧附近嘅酒店咧就有 Pavilion Hotel， 所以通常咧咁我哋團咧我哋都系俾佢哋住 Pavilion Hotel 嘅，因为点解咧？佢最方便，你喺 Pavilion 嘅话咧，你可以行路，基本上就系食嘢啊，定系去做 body check 啊 ，OK， 所有嘅嘢都系非常之方便。That's why 通常我哋嘅团都会入住呢个 Pavilion Hotel 嘅，同埋咧我哋呢个 Core Resident PRX 附近咧就有 Risk Houghton 啦。The Westin Hotel, Jeremy Marriott, Park Royal, Royal Chilean Kale, OK， 咁 Royal Chilean Kale 其實我哋都係講下啦，因為呢一個咧就係以前馬哈地爾就覺得，佢想要一啲建築物 ，OK， 就係代表馬來西亞，一睇就覺得，呢個係is from Malaysia 嘅，咁咧嗰陣時咧咁啱呢個老細咧就係一個 architect 本身 ，OK， 所以佢就 design 咗一個咁樣嘅一個 concept， 好多人經過咧都會喺呢度影相嘅，同埋 Pullman Hotel Banyan Tree Resident， 咁 Banyan Tree Resident 咧都係 under 呢個 Pavilion 集團噶啦 ，OK， 所以同埋附近嘅話，如果你講比較 lifestyle 嘅一個 club 啊，就有 Zouk 啦，就喺呢個 TRS 嘅對面，同埋 Prince Court Medical Centre 頭先講到嘅 HSC Medical Centre。同善醫院 ，OK， 同善醫院嘅話咧，佢就係一個 non-profit organisation，OK，、okay? 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以前我哋馬來西亞啲唐人咧，有啲人出錢，有啲人出力咁樣咧，係建咗呢一間醫院嘅。咁你入去咧，一開始佢只係有中醫，但係慢慢咧佢已經係就發展下咧，就有都加到一個 department 就係西醫嚟嘅。OK， 所以 that's why when 你 enter 呢個同善醫院嗰陣時咧，你左手邊你可以睇到係西醫部，係啦。OK， 所以呢個 hotel， sorry， 呢個 hospital 咧都係好出名噶啦。OK， 所以同埋 National Heart Institute， 就係我哋國家心臟中心，都係喺呢一個TRX 過去，差唔多揸車係十分鐘左右啦。OK， 同埋 KL 嘅 General Hospital， OK， 就係都係我哋馬來西亞政府嘅一個hospital 啦。OK。所以同埋咧，如果係學校嘅話咧，呢個 Eden House 咧都係附近嘅。我哋依家講緊咧，都係揸車唔超過十分鐘可以到嘅嗰啲facility。OK， 所以同埋 Alice Smith，OK、okay? 呢個嚟講船人呢個 Chinese High School 啦 ，OK， 同埋呢一個Sephora。ISKL， 咁 ISKL 咧就係 International School Kuala Lumpur， 就係喺加拉安彭嗰度嘅安邦路嗰度。咁佢都係咧成個吉隆坡最大嘅一個國際學校啦，有一個最大嘅一個最大 campus 啊。通常我哋都會帶我哋啲如果係講 from 呢個 foreign country 嚟啲客仔，帶佢哋去睇下考察下咁樣嘅。OK， 所以呢個頭先講到啦 ，Twin Rise Exchange 嘅 MRT station 已經係好咗嘅。OK， 所、so, 以我哋嘅位置咧就系喺呢个位置啦 ，call 嘅位置 ，OK，call 嘅位置就喺呢一个位置。咁样如果系讲TRX and Exchange 咧，就系106塔就喺呢一度。OK， 所、so, 以你可以睇到佢嘅落呢个 facing 嘅话咧，如果系讲向呢一个 south 嘅话咧，就系呢一个。头先我讲到呢边咧就系向 south，OK，south 嘅 facing 就喺呢一个位置。OK， 所以同埋咧佢下低嘅 shopping mall 咧就系咁样嘅一个 concept。OK 啊 ，OK， 在中間有一個空中嘅呢、這個我哋講十英亩嘅呢個 landscaping 啦，同埋咧喺呢一度咧，馬來西亞都係一個東南亞國家入邊咧唐人呢、這個文化保留到最完善嘅一個國家啦，我可以咁樣講咯。打個比喻，我哋過年嘅話咧，年30晚，通常啲人咧真係唔瞓覺嘅，即係等到12點拜天光之拜咗天光之後咧先瞓覺咁樣咯。OK 所以同埋咧打個比喻，如果有中秋節啊呢啲啊，我哋都係會有 celebrate 嘅。OK， OK。所以呢個尋日都有講到啦 ，OK， 我哋嘅呢個landscape designer 咧就係呢個 Garden by the Bay，OK，、okay? 就係呢一個新加坡 CBG 嘅呢個 company，OK， 同埋呢一個NRY 嘅 architect 咧就係 design 呢個 facade，OK，、okay? 就係 Four Season 嘅呢個 facade 啦 ，OK， 同埋呢個就係 actual site。頭先講到咧123 acres 嘅呢一個我哋講嘅golf course 啦 ，OK， 就係呢一個位置 ，OK， course 就係呢一度。OK， 所以打個比喻，如果係1號同埋8號嘅單位咧，其實你就可以睇到呢個 KL Tower 都好靚嘅。所以呢個位置就係時代廣場啦。OK， 時代廣場喺呢度。OK， 所以寶城喺呢個位置。OK， 匯豐同埋 Affin Bank 喺呢一個位置。OK，
OK， so 今日咧，我就show 大家兩個示範單位啦，一個啦就係624風情，就係 Type A1 嘅，同埋一個咧就係呢一個925風情嘅 showroom。OK， 所以咁我哋頭先講到最好賣嘅單位咧，就係呢一度 facing 呢個 central part。OK， 同埋 C1 就係三間房間嘅 three bedroom 咧，就係望呢一個都係呢個 exchange 106同埋呢個 central part。OK， 所以喺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是、向南嘅，就係、是、Type A1 就係向南624方尺嘅。OK， 所以我哋依家過去睇下 showroom。So, 入到呢個位置咧 ，OK， 所以你可以睇到佢有一個面部嘅呢、這個識別 ，OK， 所以你先可以入到呢個 lobby 嘅 ，to verify whether 你係 on or not，OK，、okay? 所以入到呢個位置，你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呢一個one bedroom，OK，、okay? 就係624方尺嘅呢個單位啦 ，OK。咁樣佢所有嘅呢啲 loose furniture。包括喺入面嘅啊，所以好似嚟呢啲 cabinet 啊，同埋呢啲oven washing machine 咧就係有包括喺入面嘅啦。OK， 咁我哋用緊 brand 咧就係 Tikka 一個德國嘅牌子。啊，聽到大家 OK， 如果清楚嘅話咧，可能可以俾個六號 OK 嗎 ？OK。OK， 所以其實我都相信好多朋友佢哋想了解一下，同埋每一個單位啊，好似嚟價錢啊，同埋嗰個 layout 啊 ，OK， 所以如果你哋需要我哋啲同事俾你知道仲個多嘅 information， 你可以寫一個一號，寫一個一號，咁樣咧我哋會發啲關於呢一個樓盤嘅資料俾你啊，同埋我哋啲專人咧都會打電話都可以你個直接嘅溝通，咁樣都會比較好啲，大家會清楚啲 ，OK， 所以同埋我哋房間嘢咯 ，sofa 呢個牀啊、電視機啊、燈同埋 curtain 就可以噶，同埋佢嘅 wardrobe 咧都係 up to the ceiling height 嘅。OK， 所以依家咧我哋就嚟睇呢一個925方尺，就係而家一房嘅單位。咁呢個925方尺。房間中間咧就係一個 living room，OK， 同埋佢有一個 study room 嘅。咁 study room 咧其實都係放到單人牀嘅喎 ，OK。所以你入嚟一個位置，基本上嘅話咧，你 master bedroom 咧佢就係一個 en suite 啊 ，OK， 同埋 bathtub 嘅。所以變成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話，小朋友都可以 occupy 呢個 room 咁樣咯。所以變成比較大家彼此都有個 privacy 咁樣啦。OK， 所以 living 喺呢一度，所以我哋可以入嚟睇下呢個 B3 Elite Suite 嘅一個單位。OK， 咁你入嚟呢一度啦。OK， 佢係會有一個其實佢係一個 smart home ready 一個 system 啦。OK， 所以打個比喻，如果今日你出去 ，OK， 你好忙咁樣嘅話，你直頭撳一個 black box， 所以成間屋咧就會自己刪曬呢個just tap 呢個外出 ，OK， 咁樣咧佢自己刪曬嗰啲窗簾啊，同埋嗰啲燈噶啦。OK， 咁你翻到屋企啦，好似我呢啲好懶嘅人啦 ，OK， 好懶嘅人，所以咁樣嘅話咧，我就撳一下 home， 咁樣全部燈同埋 curtain。都全部直頭都開曬啦啊 ！OK， 就好方便，好簡單。OK， 就係呢一個 study room。OK， 右手邊呢度有個 study room。study room 我覺得都係好唔錯啦，佢嘅 space 啦都係啱啱好，可以做一個 guest room 都得。OK， 同埋咧，佢呢度咧就係佢嘅呢個廁所啦。OK， 廁所同埋 second room 都係一樣嘅。OK， 所以同埋呢度可以睇到有一個 master bedroom， 咁 master bedroom 咧，OK， master bedroom 都係有一個包括廁所啦，嚟 Janice 去影下啦。OK， 好。
Okay.所以剛才都講到好清楚，但係我覺得喺馬來西亞買 property 咧，最都愛注意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講馬來西亞買屋嘅時候，一樣咧就係、是、SPA legal fee， OK， 就係買屋嘅呢個律師費啦，同埋第二樣咧就係、是、按揭嘅呢個 legal fee， OK， 就係 loan 嘅 legal fee。第三樣嘢咧就係、是、SPA 嘅呢一個stamp duty。啊、我們有時都會講起 MOT Memorandum of Transfer， OK， so 這個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打個比喻，我們今天整個整塊地它是有一個 Master Develop、這個 Master 的這個 Title 的嘛， OK， 打個比喻 Core Residence 啦， OK， so 這樣 Master 的這個 Title 它當它、好了的時候，它就會 split 出來轉為一個每一個單位的 structure title， OK， 所以嗰陣時咧轉個地契嗰陣時咧，就需要俾政府呢一個 SPA 嘅呢個 stamp duty，OK，、okay? 就係我哋講買屋嘅呢個印花税 ，OK， 咁樣佢嘅 percentage 咧都係成個買屋成本五樣嘢入邊咧係計比較高嘅，因為佢係1-4%。OK， 就係 1-4%， 咁佢行 tier 嘅，套100,000蚊咧就係1%。OK， 接落嚟嘅40,000咧就系2%，再接落嚟嘅500,000咧就系呢个3%。所以如果系超过100,000嘅 balance 咧，就系用4%，系一个 tier 嚟计嘅。所以打个比喻，如果系100,000嘅 property 嘅话咧，你就需要交差唔多系40,000+左右啦嘅一个印花税啊，差唔多系38,000左右啦。OK， 因为佢系 by tier 嘛。OK， 所以同埋头先讲到咧，买屋成本第四样嘢系咩咧？就系 loan 嘅 stamp duty。就是啲按揭嘅印花税，咁按揭印花税咧，佢就係一個 flat rate，OK，、okay? 就直套打一個比喻，因為好多外國人佢如果喺馬來西亞借 loan 嘅話咧，按揭嘅話咧，你就需要差唔多可以攞到50%嘅呢個 loan margin， 就係可以按50%左右啦。咁你50%嘅話，500,000咧就係乘一個0.58先 ，OK， 0.5% 就係呢個 loan。嘅 stamp duty， 所以大概就2,500左右啦。OK， 呢個咧就係簽約嗰陣時需要俾律師嘅。OK， 第四樣嘢就係 foreign consent。咁 foreign consent 係睇咩咧？就係睇我哋係講係叫外國人買屋嘅許可證啦。所以呢個都係俾政府，差唔多係2,000+左右嘅。咁 for core resident 呢個 project 咧，第一、第二同埋第五樣嘢咧，其實都係 free 嘅，就係唔需要俾嘅。OK， 因為發展商佢會 absorb 呢個 fee 啦。OK， for 呢一個首批嘅呢一個客人。OK， so 同埋咧，我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呢個 payment schedule 啊，可能可以很少少可以清楚啲。OK， 咁喺馬來西亞買屋嘅話咧，其實咧就係跟翻呢一個總共有13個。你可以睇到佢分13期嘅，咁呢係全馬來西亞咧都係，因為我哋以前係英制噶嘛，咁樣咧我哋嘅 payment 咧就係、是、起到邊度俾到邊度，你可以睇到佢係分13期，頭一開始嗰陣時咧簽約嗰陣時就係俾個 10% 嘅，所以之後咧就係、是、stage 2A 就喺呢一個位置打鐘，打鐘嗰陣時咧打完好似 for core resident 咧就預計係2020年嘅3月就會打完噶啦，所以呢、這個部分咧就係俾呢個 second 嘅 10% 啦，所以之後咧第三個 stage 咧就係喺呢個。我哋講 car park 嘅 podium 嘅位置啦 ，OK， 之後咧，同埋我哋講 2B 嘅位置咧，就喺 structure 啊。咁 structure 嘅話，打個比喻啦，如果今日咧我係買八樓嘅，咁樣八樓嘅話，肯定係我先到啦，係嘛 ？OK， 所以八樓嘅話咧，就係2021年嘅1月咧，就需要俾噶啦。所以打個比喻，如果買高樓嘅人 ，OK， 即係 for example 你買30樓以上，咁樣咧你就可以係之後 ，OK， 就係、是。當呢一個 project 咧，呢個 construction 嘅呢個 progress 行到你嗰層嗰陣時咧，你需要俾咯 ，OK 啊，所以average 如果係講起成個我哋講呢個 Malaysia 嘅呢個 development， 我哋平均咧就係、是、一個月咧可以起2層左右，所以你都係以此類推咁樣，大概去 estimate 你係幾時需要俾呢個 payment 嘅 ，OK， 所以你可以睇到都係分13期，好似我哋嘅呢個 completion 咧就大概係2023年尾左右嘅。OK， 所以呢個 detail 如果大家需要做個詳細關於呢啲好似嚟點樣 make payment 啊，同埋其實買屋啊，如果按揭啊，需要係點樣嘅一個模式啊，都可以寫1號喺 comment 嗰度咧，寫1號，咁樣咧，我哋啲同事咧就會將就係 private message 或就係 WhatsApp 俾你跟進嘅，同埋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嘅 office， 咁我 office 咧都係我哋嘅香港嘅同事 ，OK 喺嗰度幫你哋解答你哋所有嘅疑問嘅 ，OK， 所以咁我哋 office 喺邊度咧 ？OK， 咁我哋總共有3個 office 嘅，第一間咧就係、是。觀塘 APM 摩隔離啦 ，OK， 所以但係我建議大家如果方便嘅話，你係可以去到呢個銅鑼灣，係好容易揾啦。其實就係喺呢個銅鑼灣The Shop，OK，7樓就喺 Times Square 嘅後邊 ，OK， 所以同埋
另一個地方咧，就係喺旺角雅蘭中心13樓嘅。OK， 所、so, 以今日咧，蘇花，大家有冇咩特別嘅問題可以發問？我哋可以開放三個問題喺我哋 before ending 呢一個 sharing。OK， today 嘅呢個 sharing， 嗯 ，OK 啊 ，so 啊 ，so 記得啦 ，so 可以寫一號，寫一號就可以我哋嘅同事就會 private message 你哋啦。OK， so 今日我哋介紹到去。做到呢度啦 ，thank you。